站是航天博物馆。门前排的长队拐了好多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不过入场速度很快，用了十几分钟进来了。A320飞行员视角模拟起飞。降落。美国的飞机流量随时间和天气的变化。莱特兄弟，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妹妹凯瑟琳说，每天放学之后都迫不及待地回家。他们造的第一架飞机，进行世界首飞的飞机记忆碎片。世界首飞成功后，用这个机器给老爸发了报喜的电报。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目击者陈述，飞机上挂的那面国旗，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向往出于本能，由来已久，从未停止。最后一个踏足月球的飞行员穿的靴子，阿波罗十七号的宇航员穿套鞋在月球留下的脚印。It feels like an actual moon.
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岩石标本。阿波罗十五、十六、十七用的探月车。阿波罗十一号的哥伦比亚指挥舱，首次登月宇航员的生活区，是登月太空船三个主要部分中唯一一个返回地球的。除了上天，还有入海的科技展示，这是海底光缆。从太空看地球，可能也是外星人看我们的视角，在我们探索太空的时候，也许外星人也在探索我们。